Marcus King， 这个是高难度拉杆，李岩又抓一个进攻篮板，垫步之后两分拿到，之后球被拨掉 ，follow 跟进来的李恩 ，and one 抢着出手，进攻篮板李恩拿到，再老出，每一个都敢去出手，那同时换上三名洋将是个重点，三名洋将带一步之后在外围出手，或者就偏掉，李恩再来一个篮板球，这球平射炮没有投进，又是李恩拉杆之后。这个球，李恩又出现了！哇，今天就是篮板痴汉呐！直接飙三分球，那投偏了。李恩又了一个进攻篮板，张东宪这次抛投，结果是李恩在篮底下拿到之后不试试是。李恩双手灌篮的机会在里面把握住了，外围出手没有，直接空中补进。哎呦！